他来门诊，一个很年轻的妈妈就很紧张，然后一来门诊就说，医生我要吃什么，我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，然后哪些微糖，我们就说一般你均衡饮食就可以了，你除了烟酒不要碰之外，大部分食物就可以吃。结果那个妈妈包包这样甩过来一打开，咚咚咚咚咚，十几瓶，就说你看这 DHA 维他命 C 然后什么什么藻油什么一大堆，这些东西拿去吃吧费不是比较快乐吗？吃那瓶瓶罐罐干什么啊？真的，我说有些东西太过量了。我也没吃什么，吃一颗维他命我儿子就4120了还要吃什么？